新港乡玉山时段和新乡者平常时有很少机会到台北来旅游，高铁嘉义站今日送40张车票来合作因圆梦，大家特别表扬泰国来感谢高铁的神迹。咱非常感谢咱的高铁嘉义站吼，啊，含福源服务协会吼，啊，共同咧咱新港啊，西庄遮来送票，啊，予咱的遮的老时段，阿公阿嬷吼，啊，会使来个咱的这个台北啊，个淡水吼，啊，来进行这个一天的这个迄个佚佗吼，啊，甚至看外口吼，咱的这城市的这个进步，我想这对咱偏乡的这个老时段。啊，甲这个身心障碍者有真大的帮助。平常时大仔会当坐高铁到台北旅游，大家是真欢喜。生活当中年岁上侪阿嬷，平常时日时拢是一个人伫厝，冬天伊拢无机会来出门，所以即届要坐高铁到台北，伊是真欢喜。那今天我们高铁公司身为一个在地的企业，那我们也希望有这个机会能够回馈这个乡里，那在县政府还有议员还有协会的促成之下，提供了43个。这个来回的车票，那各位阿公阿嬷还有其他的好朋友哦，能够到台北去走一走。那我们台湾高铁公司哦，那身为一个台湾的一个企业哦，那是要引领进步，创造美好生活的平台。那我们这个企业的社会责任，那我们就必须要照顾这一些这些平常比较没有机会到外面去走一走的朋友哦。副馆长讲，高铁发挥企业的社会责任。合作就是时代和新疆者在高铁来出游，相信这个出游的机会，因一定有一个难忘的回忆。大洋新闻黄佩仪采访报道。